各位同學，咁嗱，而家個 comparison part 嘅第三 part 啊，第三 part 咁啊，我都係温一次先啊，嗱，即係個 circle 咧 ，circle 就儀式減 locus 個 circle 儀式減一個 constant 等於，即係個 center radius form 嚟嘅。咁如果你將佢爆開咗咧，佢個 equivalent form 咧就係呢個嚟嘅，即係將兩邊二次方咗。減 A 嘅長度嘅二次，頂寫埋 Veta 出嚟先。好啦 ，straight line 咧，咁當然啦，我點解會喺呢度不斷咁即係三條片，即係呢個 locus 三條片都會講翻呢個咧？咁其實都係即係加強語氣啫。咁佢用咗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嗰個方法去做嘅。咁爆開嗰個過程，我就喺呢度即係唔多講啦，但係咧我就俾翻個 format 嚟，個 format 會變咗呢個嘅，會可以爆開咗 alpha 二 set 一個數字啊，等於一個 constant， 個 k 係 constant 嚟嘅，個 alpha 同埋二 set 係 variable 啦。好咁嗱，以下呢度咧我哋其實可以包括埋咧 inequality 都可以得嘅。咁佢係 represent as 個 region 嘅 ，represent as region 啦。咁嗱，二 set 減三細個二嘅話，咁我將二 set 變翻做 x 加 i y， 咁變翻呢個，咁拆開咗 x 減三二次加 y 二次細個等於四，咁所以其實佢 represent 咧係一個 circle 裡面嗰啲嘢，個 center 咧就係三零，個半徑係二，咁所以其實呢兩點係一嚟嘅，咁上面嗰點都可以作睇到坐標啦，好。咁而呢個咧，二 set 大過二咧，即係二 set x 嘅二次加 y 二次大過四。咁大過四即係話咧，佢嗰個 circle 嘅外面嗰啲。咁嗱，呢度好快就咁講咗。咁因為我其實第二 part 裏面就第三 part 裏面啊，呢個第三 part 裏面主要講咧，講翻條 long quest。咁呢啲即係個即基本功夫啦，我哋叫做好啦。咁啊，2.58啦。咁我寫定咗噶啦，因為如果唔寫定嘅話咧，我上兩份咧發覺。即係 always 都出錯嘅時候咧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即係貽笑大方啊，笑狗死人啊，錯咁 Q 多。好嗱，咁呢、這個二 set 唔等於負二，即係確保佢分母唔零嘅啫。其實係確保佢分母唔等於零。咁、那個 W 咧，其實應該 omega 嚟嘅，不過我記得我嗰時打唔到 omega 出嚟，咁就用咗 W 啊。W 等於二 set 減二 over 二 set 加二。咁啊 W 咧 let W A 加 B I， 咁啊 proof 呢件事。咁proof 呢兩件事，咁就呢個就唔係太難嘅啫。咁即係 A 二 set 係咪W 加 W 嘅 conjugate 乘二分一，即係二分一乘 A 加 BI 加 A 減 BI。咁你發覺你冇咗嗰個兩個 A 等於翻 A， 即係兩個 A over 二乘翻 A。咁另外一個咧？就一 over 二 i a 減 b i 減啊，唔係 a 加 b i 減，頂寫錯 Q 寫 Q 錯咗添，減去 a 減 b i， 咁呢度係等於翻裡面係等於翻兩個 b i 嚟嘅，係啦。兩個 BI， 咁約咗咪剩翻 B 咯，咁做咗第一 part 啦。好啦，第二 part 咧證明個 A 係呢嚿嘢，哇頂好大好長，真係長過樓長啊！好咁嗱我咪照寫啦 ，A 係拜佢上面嗰條式係呢個，咁但係 W 咧係呢嚿嘢嚟嘅，咁我 put 翻落去二 set 減二嗱，咁我要寫清楚個二 set 我有一橫嘅，個二就冇嘅。好個 conjugate 咧，成個 conjugate 咧，成個嘢 conjugate 啊，咁 conjugate 成個咧，即係裡面每一嚿都 conjugate。咁但係二嘅 conjugate 分等於翻自己嘅，等於翻二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最尾係變咗呢、這個。咁我唔想喺度花咁多篇幅去寫個運算啦，即係重點不在這裡啊。
好，咁然之後我仲要化開就變到呢嚿咁嘅啫，呢嚿冇一個神嘢啊。好，通墳墓啦，墳墓就兩個數乘開啦，乘開就二 set， 二 set conjugate 加兩個二 set， 再加兩個二 set conjugate 加四。分子又係即係分子就呢、這個乘呢個啦，第一嚿，咁咪寫開佢先啦。二 set 二 set conjugate 加兩個二 set， 再減兩個二 set conjugate， 再減四。咁另外一邊咧就呢、這個乘呢、這個，即係好似 polynomial 咁通分母啫。不過通得嚟我就即係跳過咗啲步驟啊，好繁複嘅其實。好，咁你發覺咧？墳墓照射啊，分子咧，你睇到弱抖咗嘅呢兩唔係咩？呢嚿同呢嚿弱，咁剩翻兩嚿呢個，再加再減八，再減八即係兩嚿弱咗個二，弱埋呢個二啦。啊唔好，我寫多步落去兩嚿，咁你抽個二出嚟弱 Q 埋佢，咁咪變咗四咯。搞掂，係嘛？好啦，到 B 啦 ，B 就1 over 2i， 我 W 減 W conjugate， 即係呢嚿嘢照 copy 啫。嗱，咁我好似醒嘅，我呢啲即係懶慣嘅人，係懶慣啦。其實應該聰明嘅人先會做呢啲嘢。好，咁呢個變咗減。跟住呢度變曬減，減加減加，咁我查翻佢啦，查靚啲啊！咁睇下 cancel 剩幾多先？哇！cancel 剩哇 cancel 到剩翻阿 can 喎，四個二 set 減四個二 set conjugate， 咁下面有個二 i 噶，好又用 copy 帶翻，上面抽個四出抽個二出嚟，同埋上下都成 i， 即成個國父成上 i。抽埋個四出嚟先啦，咁約咗之後，你下面負一啦，負一再同個 i 約埋，剩翻二，即係二跟 i， 跟住二 set conjugate 減二 set， 下面就冇曬啦，剩翻嗰堆嘢，二 set 乘二 set conjugate 加兩個二 set， 再加兩個二 set conjugate 加四，搞掂。唉，好。不禁令我倒抽一口涼氣啊！好啦嗱，咁即係話，如果揾以下嘅 locus 啊 ，W 係 real number，real number 即係個 imaginary part 零，即係 B 係零 ，B 係零即係呢嚿係零，呢嚿零即係分子嗰嚿係零，分子嗰嚿零即係二 set 等於二 set conjugate， 咁我還原翻佢二 set， 二 set 就係 x 加 i y。二 set conjugate x 減 i y， 咁即系 y 係零，咁所以個 locus 係 y 等於零嗰條線。好，就搞掂咯。第二 part 呢個係 purely imaginary number，purely imaginary number 即係個 a 係零咗 ，a 係零即係呢嚿嘢係零，即係分子嗰嚿係零，分子嗰即係二 set conjugate 減四等於零，咁寫翻開佢咧，寫翻開佢咧就 x square。加 y square 減四等於零，咁所以個 circle 嚟嘅，即係還原翻佢嗰個籌數啫。好啦，最尾嗰 part， 最尾嗰 part 就好蝦人做啊。但係醒目嘅人咧就唔蝦噶啦。W 嘅長度係一，咁有同學咧話：喂 ，W 嘅長度 ，W 係呢個嚟嘅喎，咁即係 a square 加 b square 啦。哇！頂你冇嘢啊，袋落去咁大劈嘢，唔通袋死我？嚇死寶寶啊！咪先袋到即係死下死下咁咁誒咁啊窮則變變則通嘅啫。其實好啦，咁啊翻轉頭睇翻有冇啲嘢啦。
最原先的 W 是这嚿嚟嘅，顶你个肺 ！W 啊等于呢、這个二 set 减二，二 set 加二，咁佢两个系佢个一个长度系一，哇顶，咁咪搞掂咯！咁即系话嗰个系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嚟啊，系呢两点嘅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嚟嘅，负二同埋二，咁即系呢条线嚟嘅。咁啊，用咗快速嘅方法做啊，咁梗系我梗唔会喺呢度咁用咗快速方法啦，我笑即系示范啲嘢俾你睇啦。咧二 set 等于 x 加 i y， 咁呢个嘢咧就变咗 x 加 y i 减二等于 x 加 y i 加二，咁即系 x 减二嘅二次加 y 嘅二次等于 x 加二嘅二次加 y 嘅二次，爆开佢好似爆石咁爆开佢。咁即系 x 等于零，系嘛？就系、是、打动嗰条线 x 等于零，咁都计到出嚟嘅。咁但系即系纯粹一个灵活性啫。咁呢份我哋即系 part three 就讲完啦。咁诶呢条主要 long quad 啦。咁诶，咁有咩问题可以即系留言讲啦。咁呢个第二课嘅第二份啦，即系第二课嘅第二份 compact number。咁不知不觉讲完啦。咁我哋下一份咧就会讲个 De Morse theorem 嘅，即系二三系我冇记错啊，二三系 De Morse theorem 嘅。中文叫遞比美費定理啊，好，咁我哋就係咁先，咁啊記住 subscribe Dr. Katie Mass 呢個 channel 啊，好，拜拜。